你忘记拿一块钱还我？有，准备好了。好，丢下去。在包包里面。哦，你等一下。等一下补。好，等一下补。好，恭喜。假丁喜啊，这个是名正马到成功价，这一大把假丁。这个是在我们来看是很深哦。哦。这个应该把它贴在那个好印到这边。公公知道了吧？先关一关过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来，我那天要找你找不到，来。他说你在七楼睡觉，三二一，我们一次然后，我两件事情问你就好了。第一个，你这一次总共用了几支验孕棒？十支不下。嗯，差不多。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是这个是第三次嘛？哈。第二次。就你这一次跟前不讲医院了哈，跟前面那家医学中心，你觉得你的感觉做法？差别在哪？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跟着医生的脚步走，我觉得是还蛮觉得比较顺利，对，然后也比较有方向感。啊，那边是没有方向感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疗程也没有像有打油针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琐碎的，我觉得都没有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们？特别喜欢吹毛求疵，就是很多细节。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做法。我自己觉得啦，我觉得试管婴儿的过程，其实病人一路过来压力很大，又有承受，到底会不会成功，要做几次，又要花钱哈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强调一次，就是希望病人最快速度怀孕。但是试管婴儿其实妹妹刚刚你稍微一个地方疏忽就共估了，包括其实只是胚胎那一关很重要。